我们佛法了，一般讲法喜充满，心安就是法喜充满。论语里面讲呢，不亦乐乎啊，不亦乐乎啊，就是清安的境界啊。这个经典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句子，常生欢喜心啊，这都是属于清安啊，都是属于功夫得力的现象啊。你修行功夫得力了，你一定会得到啊。我们讲的是很快乐啊，这个快乐不是从外面来的啊，外面来的我们中国古人用的这个词句啊是有分别的，外面来的欢乐叫乐啊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内心里面那个功夫显现出来的叫乐啊。所以乐跟乐啊看起来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上它的根不一样啊。乐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，乐是从外面，好朋友啊聚会啊，这个很乐是从外面境界上来的，这有差别啊。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，那个是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，尤其是很久没有见面啊，这个是来访问的，非常快乐的一桩事情，是人生的乐事啊，那是从境界上外来的啊。这个清安不是的，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，真正是常生欢喜心。